表演者张九龄、孙越、岳云鹏。谢谢，谢谢。我得把人拽上来，那么这么多花，您不躺这儿吗？哎，对，没听说啊，告别去了。一场接着一场，对，这一场跟孙老师合作，哎，对啊，心里特别激动。哎，是您来这儿也是说相声的吗？啊，这么着来这儿都说相声，还说相声呢？可不还说呢吗？糟践了。哎，你等会儿。糟践了，我们怎么说相声都糟践了？糟践了，什么？你要跟着我干，嘿，怎么着？你早就是人了。哎，对，糟践了。你等会儿，合着我现在不是人是吗？你干这行糟践了。还说相声呢？我干这行糟践了，还干这下九流的呢？什么叫下九流啊？说相声没地位。您这话说的啊，您说的你没地位，甭说这了，这不行。那是过去，改行。改什么呀？跟我干，咱俩一块儿出去卖去。哎，哎，那个不行不是，我好不容易把这毛病扳过来了。不是，咱俩一块儿出去能卖票啊。跟着我干呀，咱俩出去还能卖票呢。跟着我干没问题呀。不是您干什么的呀？不知道吧？嗯，告诉你。您告诉我，我是一戏子。高尚吗？您什么戏子？那这么说你也下九流啊？不是，我怎么下九流？咱旧社会都叫下九流，知道吗？这不是下九流，还有句话夸我们呢。夸你什么呀？有那么句话吗？啊，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。哦，说的是咱俩。我是戏子啊。不，你一个人完全行，知道吗？都是你的啊。什么叫完全行啊？什么叫无穷无义的？这唱戏的。您是唱戏的？戏子。什么叫戏子啊？唱戏人的儿子，戏子。哦，那合着是唱戏的就是你爸爸呀？不是，这叫什么话呀？不是，你是唱戏的儿子吗？这不是唱戏人的儿子，戏子。哦，您就是家传。哎，正经唱过戏。您唱什么戏呀？都有什么呀？都有什么？都有什么戏？考考你，你说。你考我啊？都有什么戏？我知道可不多啊。您说。我都知道几样啊？南昆北弋东柳西梆。你看这玩意儿，你干嘛呢？这是。北弋。你选好了？有吗？废话，我说的能没有吗？北弋。弋调高腔啊！对。就这个一调高腔。你真知道这？对呀，啊，我哎呦，一调高腔这可不多见了。哎，你还真懂啊。那是啊，现在唱的人少了啊。对，为什么少呢？为什么呀？因为这里啊有危险性。一调高腔有什么危险呢？您琢磨，一调高腔，嗯，弄不好就摔着，因为它有棍儿软呢。一调高腔有时候你扭的时候容易摔着。哎，一调高腔。您先等会儿。一调高腔啊，是高跷啊，都行吗？扭吗？没听说过高跷吗？什么高跷？像话？一调高腔。高腔。哎，高腔。哎，听过吗？听过。现在啊，嗯，现在北京还有一个高腔的研究所。北京还有高腔研究所？就一个了。哎呦，高腔研究所。是啊，我在那儿坐台。哦，你啊，不不，不是，那你们老板够硬的呀。这什么月份了还敢开业呢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说这是废话，你让我给你出去卖了琢磨就不对劲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是我们那儿不要你这样的。哎，对，我给你们收银啊。你太瘦了。谁太瘦了？我们那儿要胖的。哎，对，还要胖。哎，我就在那儿。啊，您在那儿？我一调高腔嘛。太会了。您太会了。从小就学。是吗？哎，小时候娃娃腿儿踩高跷摔好几回呢。你等会儿，怎么老有高跷啊？这里的高腔。哎，一调高腔。哎呦，可以啊。你一调高腔那不赖呀。哎，你怎么样？哎，我一调高腔听过点。你喜欢吗？喜欢。真的啊？真喜欢。你喜欢高腔啊？喜欢。那太好了。怎么呢？我就跟你交流一下啊。您跟我交流。哪天要是没事呢，啊，你上我们家去干嘛呀？我好好玩玩你。哎，这你等会儿。我不去，我还送上门去。我还得我玩玩你啊。你没听说过啊？干嘛呢？这不是就是我什么叫玩玩我呀？摸索摸索你。不对。哎，你要干嘛？就是
抠吧抠吧也不错。哎，不，您这什么词汇？这都是怎么说？就是你喜欢，我还乐意教给你。就是我想，就是撅一下你，不对，不对，你撅得动吗？你不不对，怎么说就就哎，我明白，捅你一下。哎，这没没有，你我受罪去了，我哎，捅我一下还得没没有，不是剁了，哎，剁了，好，没有。您要知道知道我啊，对，我知道知道你。哎，像这个小鬼呀、啊，哎，对，谁小鬼呀、啊？喜欢高腔的不多了，这倒是。我指点指点你，您指点我，好不好？您上家，您等等等等等，我先给你握握腿。哎，对，别去，哎，你腿往那站，我咔坐下去、哎。对，我的腿都折了是吧？怎么样？我瘸着从你们家出来，我上那好好玩玩。你等会儿等会儿，开个荤，我这开啊？啊不不，玩一玩，就教教你。您有些日子没毁人了是吧？哎，教教你。不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上家去啊？你再等会儿，您别那么亢奋行吗？您、啊。您干嘛非得上家去呀？我跟你说说戏呀。不用啊，在这儿说呀。今儿这个舞台不挺好吗？您在这儿给我说说戏。哎，哪么您在这儿给我们唱一出，行吗？今儿唱，今儿唱。真是，谢谢各位。改天行吗？我求求你了，行吗？干嘛你还求求我呀？我错了，行吗？哎，别，我错了。什么叫你错了？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说你胖，行吗？哎，不是这事儿啊。不是这事儿，非得唱，这得唱你，你那么这，您都研究所出来的了，就不要脸了，对吗？就不要脸了，是不是？谁不要脸了？非得唱，那就唱呗，怎么？来来，那就唱吧，来，来唱，非给你腿摔折了，来，踩，来踩，干嘛？上棍儿啊？干嘛？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干嘛？你是找打架是怎么着？我怕你坐。我告诉你，有些日子这儿没打人了，我告诉你啊。你可别惹我们，别胡说了。我们肃静好些日子了，行不行？你甭这样。来，咱唱一回，咱俩哎，这么着，我跟您唱一回，您教教我行吗？哎，这态度好，您教教我，我教教你。您教教我，我教教你。哎，没问题，行吗？哎，你先学什么？哎，先扭还是怎么着？您这不还是高跷吗？这个你得浪起来。我浪什么浪啊？我还浪起来我。扭啊你得。扭什么扭？我踩两根棍儿呢，好看吗？那个。哎，你扭起来就是四个字。哪四个字？烂肉横飞。哎，这没听说。甩的都是油啊！哎，好，全是油，大油。行行行，把它撒了，我该。哎，来踩上。没听说过。走，高跷去，高跷。对呀，高跷啊。一脚高跷。来来，唱唱唱，咱唱会行吗？豁出去了，来。我跟您来一回。来，行吗？那不行。哎，这怎么又不行了？俩人怎么唱？俩人唱没意思呀，俩对不对？那电影都没有俩人拍的。谁说的？有俩人的。什么电影？你这会儿问你师傅去。你问得着我吗？你我师傅也是从你那儿考的。你别说这个，我从于谦那儿考的，我告诉你。互相传呗。你甭带这套 啊，没有俩人的。您什么意思？你这最少得仨。哦，你热热闹闹的。哦，您哎，对不对？您喜欢人多是吧？对对，刺激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你哦。刺激，那行，三个人好玩，三个人，对，三个人好玩啊。来，跟您这么说啊，后台33百也有，姿势你盯得住，试试吧。哎，什么叫试试吧？不是你最少仨人是吧？后台没有人，就在什么叫没有人呢？后台不是人，他们哎，您别说这话、啊，后台没有，您别，肯定有人，我找一个来，有吗？您信不信？没有，我找一个来，不可能，后台哪有人？不可能，没有人。哎，怎么着？听说要演电影？哎，啊，三个人的？不，太次！你就是岳云鹏，对啊，岳云鹏，我他们说腰粗腿短、大屁股圆脸，就是你是吧？这都什么词儿啊？这是？是不是你？哎，你岳云鹏上了我才发现你怎么那么黑呀？啊，那他白癜风。哎，你黑癜风？别瞎说啊！演电影怎么个演法？谁说演电影、啊？咱们来，快！怎么变到演电影啊？不是吗？不是，叫您上咱仨人唱出戏怎么样？对，啊，唱戏，唱戏。啊、就你看这，你看这小黑小子了吗？我，他告诉他是一调高腔的传承专家，一调高腔，一调高腔，你会吗？哎，什么叫呸、啊？一调高腔，什么叫一调高腔？那你呸人家，
南昆北弋东柳西梆，哎，对呀，弋调高腔，这我知道。您知道？我是传承人呢。哎，你等会儿吧。好家伙，你们俩到底谁传谁这？终于看见你了。我传给了他呀。哦，没听说过。合着你们传的你，你传的他。合着我是孙子是吧？对，没听说这怎么可以？没听说过。不是，您会是吗？当然了。弋调高腔，那太好了。刚才他说了俩人唱不行，得仨人唱。行啊，咱仨人来一出怎么样？行行吧，行。那咱挑戏吧。你挑戏？谁挑戏啊？你他挑不他？我别我挑啊！你会的多吗？我会太多了。你会多少？高腔我会8万多出呢。有那么些吗？不是，原来没有啊。但是我业余时间多，我是自己导自己演。那不倒下了吗？什么叫倒下了？自己导自己演。自己导自己演，那不倒下了吗？我多疼啊，那玩意儿！我有病啊！我自己导我自己演玩。他说了，他自己导自己演。你说这导编导演创作？哎，我说那个戏呀、啊，你们俩都没听过。别看岁数大，你没听过。没听说？你说你说。我那个戏啊，你来。寡妇的一夜，听过吗？哎，这有点意思啊。哎，这还是俩人电影吗？这不。这好，还有吗？光棍的一宿，听过吗？这可以是一出戏吧？前半宿，后半宿。哎，好好好，这俩哪是传承人？这俩臭流氓啊！这是，你没听？你挑你聊着这么开心呢？这俩你都没听过？哎，是我是没听过、啊。新戏多了，好的好的。对，《梁山伯与伏地魔》，你听过吗？您这还中外合资的，还得是多新鲜呢！我没听过这个。您买点正版戏看看啊！哎。俩人谁别说谁，你说一个吧，我挑吧，你来。哎呀，说实话啊、嗯，您二位传承人您可会？嗯，我会的不多，我捡我最熟的来。好，咱们来一出这个《全德报》。什么？《全德报》？我来全，我来德，我来报。行行啊，什么叫行啊？按字面拆呀，《全德报》吗？《全德报》是戏名啊。斗公训女，嗨，斗公训你，斗公训你，斗公训，那不训我了吗？好，就剩我一人是吗？训谁？训你，训女，女，你是女的吗？啊，你不是，你瞎说什么？可以是，啊，哎，你想听什么？好吧。哎，对，认了女，哎，斗公训女，女，行吧，好，这出戏您二位知道剧情吗？这个，还有剧情呢，不太了解。您说，废话，什么戏没有剧情啊？你少瞧那两三个人演完的电影吧，我告诉你，好吧，好吧，那你没有剧情、啊，您说说，你说说，大概集说一下啊，嗯、五代残唐的事儿、嗯，有个落魄的将军叫高怀德，有个义子叫高同，高怀德找自己的好朋友窦燕山借了200两纹银。给这高同上关外做买卖，孩子一走3年音信全无，钱还不上，高怀德就着急了，怎么办呢？赶上国家开五科场赶考，高怀德一想，我能考啊，得中了有钱有势，可是去不了，怎么呢？有一个小姑娘在身边带着，高桂英，怎么办呢？一纸文书把这闺女送到窦燕山的府上，写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娶妻纳妾也好，为奴为婢也好，我就不管了。这个高怀德就走了。窦燕山老夫妻俩年过半百，膝下无儿，怎么办呢？依着窦夫人娶妻纳妾。窦燕山一想，不行，我朋友的闺女我怎么能娶了呢？干脆收个义女，给招了一房姑爷，叫石守信。结婚当天晚上，石守信说呢，我也是赶考去。姑娘一听深明大义，把姑爷放跑了。第二天呢，这个窦燕山的前堂训女，训完女呢，翁婿双龙双不是二位哪儿去了？这是干嘛去了？休息。好，休息像话吗？演完了，那谁看着你的？拿工资去了。没听说过，我这刚说完吗？这不是就这个故事？哎，对呀、啊，这个最后得训女嘛，钱塘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教训这闺女为什么把姑爷放跑了？太长了，这戏长啊。啊，咱也没说全唱啊，啊，咱掐头去尾啊，不唱当件。对，那就别唱了，那就、啊、哎，走走回，哎，回来。回，这你说的别唱了，鞠躬下台、啊、就唱当件当件戏胡，钱塘训女，太好了，行吧，没问题，行，没问题吧，嗯啊，咱们得分一下角色吧，
还有角色呢？不用分，都是你的。哎，对。那你们俩干嘛呀？我们跟你说戏呀。我用你们俩。我们扭在边儿。没听说过，弄俩伴舞的还得。啊？那怎么？大家都得有角色呀。行，分吧，分点角色。嗯，我是外行。嗯，我找我会的来。好，行吧。行，我来这个斗公。我斗魔。哎。我斗蛐蛐，我斗油葫芦，我斗三影，我斗大扎枪，我斗小黑小子，我斗大胖娘们儿。哎，这什么话这叫？那我斗什么？哎，行了，好，非憋着斗是怎么着啊？哪个斗？斗公斗大人，我斗小孩。还得又来了是吧？你说斗大人吗？对，斗燕山，斗燕山，斗燕山。我来，好，行吧。嗯，完了呢，我还得找个安人。安人是什么？啊，就是我媳妇儿啊。那我吧，行吗？你来安人，因为我有阴柔之美。哎呦，哦，你演我媳妇儿吧？啊，你来我安人啊？啊，嗯，我别来安人了，要不你不来我媳妇儿来什么呀？我来鹌鹑吧。你玩去。您来个野鸡？哎，没听说过。就你媳妇儿还野鸡呢？夫人，说话。好好好，你来我夫人行吗？行行吧，行。完了，我要不喜欢你怎么办？那都过半辈子，你瞧着办。勉强接受吧。我觉得他还行。没有啊，我都咱俩两口子啊，行，你别老想着他。行，年轻不一定好，不懂事儿啊啊。行。哎呦，你看，夫人还挺美。哦。完了，您啊，还有什么？您来这里主要人物。嗯，我得主要的。哎，对对对，我得主。您是专业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是专业。爱听这句是吧？我来什么？您来这老院子。我别来院子了。那您来。我来房子。哎，对，好，你来分家呢。比萨斜塔。搁着，还比萨斜塔。什么演员？啊，真是老院子。老院子不懂。什么？有身上有唱段，你忘了？哦，就报事儿的那个。啊，对呀。老管家。我来。有您的大套唱词儿。听我的。您没问题，就唱得好，嘿，专家吗？这是专业啊！我来，好，后边还有几个人物，咱也分了，分行吗？都谁？有一个小丫鬟，小丫鬟是使唤人啊，端茶倒水，没什么事儿，没什么事儿，你来，哎，你来，我来小丫鬟，嗯，咱府伙食够好的，哎，行，我来小丫鬟，嗯，完了还姑爷使手信，使手信是姑爷呀，姑爷，我来。长得就帅，哦，来姑爷你来，哎，哦，还有一个小姐高桂英，高桂英是石守信的媳妇儿，你来，大胖娘们你来，哦，一人嫁一回是吧？行，完了还有一个大将高怀德，高怀德是高桂英的父亲，我来，哎，我来。看来，我就爱演父亲。我来哈，啊，还有义子高同，高同是高怀德的干儿子。这个你来，你来，二位，没有这样的啊？怎么了？我又是你媳妇，我又是你儿子，是吧？多好，美去吧你！我美这干嘛？我以后家产全是你的。哎，你们俩有什么家产？你们俩，嗯，行，那不就得了？你们挑的全有词儿，正好我这边没什么事儿干，嗯，行吧？行，说戏，哎，说戏，哎，我说戏，听您二位的，行吧？嗯，可以吧？行，啊，我可不太会啊。你不是会吗？我一阵一阵的。您先等一会儿。您失心疯了吧？您要不会啊，您先别说话。我这还没交代完呢。你还有什么要交代？咱这就开始唱了吗？您老实交代。别急呀，啊，这不能唱啊。您等会儿吧，角色都分完了，不能唱。把我那东西拿上来呀。啊？唱戏穿的寿衣拿去啊。您这要死啊，这是你们家唱戏穿寿衣啊？你听听人家说话那啊，像话吗？你听听，那就撞过知道吗？没有，我拿俩死鬼是吧？拿那是什么？什么叫您说那个不是我这您各位都理解了，唱戏吗？啊，花花绿绿的这绣一煎饼带一呼啦圈，对不对？您搁去搁去吧，这我还来不了，您看看这那个，您说那叫行头，说行头怕你不懂，谁不懂啊？怕你不懂，啊，对对，行头，行头啊，呼啦圈他自己带着呢。你看，我这是肉的，我这是，啊，肉圈有，啊，
这个行头咱说句话啊，这相声舞台没有，那怎么办啊？不穿了。打刚才我就觉得热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二位，二位，你等会儿，你也脱，你也脱，我脱什么脱我？干嘛？嚯，你可以晕吗？啊，接俩了这么会儿。就是比年轻的有经验啊，年轻的一个都没解开呢啊！你看太紧我这个，对，讨厌。您这会儿切脸，不是你说的不穿了吗？不穿衣服了，那穿什么？不穿行头。哦，那就简单的唱了。哎呦，我们记这么费劲呢？你姐怎么那么利落呀？这有功夫。职业病了吧？你都快。哎呀哎呀呵，好。行，您姐夫可比这利落多了。职业病，哎，这个别职业病，什么职业病？那怎么着？咱们就简单的唱，穿这大褂素身唱。行行行，那那那那我得捯饬一下，化化妆。对对，区分人物，他是夫人，我是院子，我化化妆去，我带着东西呢，有简单的，我带着。哦，这，你看这俩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啊。那是，人家知道化妆，你也不知道化妆什么模样。你看这边，哎呀，这院子不是没化妆吗？这不，你看着，走。行行，哎，这帽子好看吗？哎、对，这不是像一人贩子带一傻娘们卖来的。你瞅这俩打扮，你这不尊重艺术，你就是。您就是，咱这是五代残唐的事儿，您这都民国的帽子。哎，穿越嘛。哎，行行行，别说呀。你们俩怎么干说话不出音啊？哎，你把耳朵露出来。啊？把那耳朵露出来。啊啊啊！好。我说中间怎么站一没耳朵的呢？我说行啊，您听见了？听见了啊。你有点太恶心了，你有点。你吃了去了你？什么那么恶心？我听着真寒碜。哎呦我去！说实话，夫人，咱说实话，也就是我娶你，我告诉你，但凡换个别人，我告诉你，自杀的心都有。瞎说什么？哎，对对对对，多漂亮！哎，行行行，是不是、啊、多嫩你看看、哎、行了，你再嫩你有他岁数小，你哎我嫩，你要这帽子 哎行了，你别嫩了，咱还得说一句啊，啊锣鼓场面没有哟，那怎么办？都没有、哎、你干嘛？那怎么办？怎么着？真是的。二位用嘴学。哦，拿嘴学。用嘴。这锣鼓家伙简单，冬秋锣。冬秋锣行吗？冬秋锣好、啊、没问题，没问题吧？好、嗯、那完了咱搬一下桌子行吗？谁搬呢？哎，分出表演区域来，咱们一块儿搬呀！一块儿搬，一块儿搬行吗？我来，我来，一块儿搬，我来吧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吧，我来搬。你别给我较劲啊！我来搬，我来，干什么？今儿我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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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比你岁数大，我搬，我搬，我最大，我来，我搬，我来，我搬，我搬，我来搬，干什么？搬完了，我来吧，我搬吧，来来来，什么来？俩人光动嘴啊！你这没抢过你吗？哎，是没抢过吗？真行，这俩人，我告诉你，行了，还得搬把椅子啊！我来，我来，别给我抢，抢我死这儿！我去搬，我死这儿，我磕死，我磕死，我撞死，我去搬，我去搬，别给我抢，这必须我来，我磕死！我比你岁数大，我电死，电死，我来，我死这儿，我去。手太快，手太快，没抢过呀？说是没抢过吗？二位可以，俩人配合的啊。你们有默契，你们这累傻小子，你们啊！行了，咱这就归后台正式开始唱，这就开始唱了，开始唱，错不了，来来来，能错吗？咱这，嘿，没坏。我先唱两句，大家伙，好，馄饨，馄饨，豆浆，小咸菜，快来不？快来什么快？三人出去买早点去了吗？这不多好啊！什么多好、啊？快速致富！谁告诉你的？这不你说的吗？馄饨吗？我说的馄饨，老爷的做派。馄饨什么意思？咳嗽一声。啊，好、啊，行行，你打冬秋锣就完了。啊，来来来，打冬秋锣啊！行，来，冬秋锣着。哎，对对对。馄饨，馄饨，别不馄饨了，就。您也没明白，你确定？哎，我。
跟我走。哎，没有，哎，干嘛跑这挖墙角来了？带你吃香的喝辣的。哎，没听说过，就这不能吃什么香的喝什么辣的，这个怎么着？你什么怎么着？打冬秋锣，你打锣干嘛？冬秋，你说冬秋不完了吗？我也没听，这叫好脾气，你看了吗？这冬秋那什么春夏多好，不冷。没听说过，就冬秋锣。对，这么着吧，啊，你也是个笨蛋，我告诉你，你习惯就好了。我习惯不了啊，我还真把你娶回家去，我还得。你呀，闭嘴啊！你别打了，行，你就打冬秋，就我来。哎，没有春夏啊。好，就冬秋，没有春夏。来，凑不了，我来着吧。你来。温吞冬。没有春夏，哎，这别说出来，你这还不让说呀？这打冬秋锣就完。你不打冬秋吗？哎，怎么了？你像话吗？怎么了？你这么大胖子身子，你要砸谁？不是，他这门没了，这不行啊。那怎么着呢？这有数啊。还有数呢？三磅半。三磅半？怎么算一磅？冬秋为一磅。冬秋算一磅。是是是。三磅半。对，错不了了。你好区分的，咱敲我这腿。哦，看腿就行。冬抬腿，秋落腿。早说呀。行吗？来，明白了。冬，哎，秋啊，落腿呀，啊！这你不秋怎么落腿，啊？你不落腿怎么秋？哎，这玩意我来不了这。落腿呀，啊！你过来。怎么着？不叫唤呢？废话，叫唤不了。落腿呀，啊！您快着点儿。哦，快着点儿。太慢。哦，太慢。您就别，您就快点，我跟着您走。快点，快，坐不了，来，哎，快点，来。哎，这什么叫？好像是明白了。文泰。冬秋，我坐着火箭出来的，我你还要飞呀，啊，你我飞起来吗？我还要多快？您这太快了，不是你教教他正常一点行不行？三磅半，正常点行。这俩人别有事儿吧？这里头会了吗？快点儿。哎，给我扔井里了，这是。半棒。哎，照来唱我清河。我看你要稳谁呀，啊？谁稳？这俩人谁知道我稳一下？你说吧，我还稳谁？我还得你要调戏我，对吗？没听说过。你要调戏我，啊，谁调我？调戏他不调戏你我？你太黑，重口味你。给甭放废话，我叫你出来呢。叫我出来呢？咱俩一块儿上，那叫同场上。哎呦，一块儿出来啊！一块儿出来。你看这说完就明白了似的，你看。哎呦，一块儿啊！哎，声更大，照来唱我清河好，用你啊！你唱的不错呀，唱你的词儿。我跟你说起，这会儿你得唱词儿，有词儿有词儿，啊，你也有词儿，唱，啊，唱词儿，唱，啊，唱啊！照来唱我清河，瓜子儿花生给的多。
你卖东西来了你。这词儿不对吗？废话。不对。你听人家花钱给的多。你听对吗？你得把多少钱一斤告诉人家。你是我是专家。闭嘴。你小商小贩的专家你是。这俩人出来卖东西卖惯了是吧？别赔啊！那谁告诉你这词儿了？来你来你，听我说一句，怎么？到底多少钱一斤？哎，这没有，不是卖东西出来。那怎么着？咱俩这是引子，上下联。下联什么词儿？我这朝来嫦娥去永贺。我呢？仙人堂前猎绮罗。老词儿啊！告诉你老词儿了。来，真行。哎，朝来嫦娥去永贺。仙人堂前猎绮罗，好听，谢谢。啊，夫人，啊，汉子，汉子，你村里来的你？要说你什么都不懂，你好好叫他。你知道这儿能叫汉子吗？那叫什么呀？这会儿你不能叫汉子，那叫什么？大官人。大官人怎么个来法？就是放荡一点，大官人。那我来不了。就是西门大官人。我不是那样人，我来不了。你就是那样人，必须得浪一点。行，哎，就找到潘金莲的感觉。你就像你就是潘金莲。行，我尽量琢磨。你就来，好。来吧，嘿，来，说完了，教会了，我教的，错不了，来不了，估计。这有什么来不了？一句话来不了，真行。照来唱我崔永贺，仙人堂前猎绮罗。啊，夫人，大官人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你躲开我，多好，多好，你躲开，耶，你。你过来，你过来，去，你躲开我！你过来，怎么样？我说的什么？怎么？你佩服我吧？对不对？我佩服什么佩服？啊、炊饼好卖吗？没事，对，就要这种感觉。怎么样？你不是你叫的是什么戏啊？我这《金瓶梅》啊。玩去！咱这《全德报》怎么出了《金瓶梅》了？我怎么听说大官人呢？里边还《全德报》啊？《全德报》，我给忘了。我给你来，你来，你来。你那是忘了？你就会《金瓶梅》吧？你？那我应该说什么？你得叫我老爷。什么老爷？我怎么回事？报应！我叫你老爷，你应该叫我姥姥啊。咱俩这过日子是咋怎么着？不是吗？府里我最大官吃老爷。行吧，行，叫我老爷啊。好，来，啊，夫人，啊，汉老爷，我汉朝的老爷是吧？凑合吧。得。啊，夫人请坐呀！老爷请坐。夫人请坐。老爷请坐。夫人请坐呀！夫人坐呀！您的屁股多大，您不知道吗？我坐哪儿啊？没地儿坐呀！啊，自己搬去。我说我搬，你不让我搬。咱俩一块儿。你搬去，恬不知耻，俩人啊溜我两回了，知道吗？你当椅子都不自己搬，这二位，哎哎，你们俩好意思吗？俩这么大个子搬个板凳，还俩人搬出来，那怎么了？这桌子我都一人搬过去了，知道吗？你愿意？真行，我告诉这俩人，沉，什么沉呢？哎，那夫人请坐吧。啊，夫人，啊，老爷，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？你我的女儿么？真是，打个电话呀！打什么电话？我这话对你不耐烦了。你好好说。你打电话能打电话吗？能怎么的？发微信呢？哎，没有。微信快。你等会儿吧。摇一摇。摇什么摇啊？跟自己闺女还摇一摇呢。万一碰得上呢？没听说过俩糊涂车子吗？这不是？那怎么着呢？您这唱戏的哪有这电子设备啊？哦，对，真行这个。古代戏就这一句台词，您不知道、啊、什么词儿？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。老词儿啊？告诉你老词儿了。来，你也想着这词儿不是、啊？我给他说着。说着词儿啊？我负责他啊。来，那你好好负责他吧你。我对你负责。对了，等我死他，你负责他。啊，夫人，啊，老爷，你我的女
儿哪想去了？你问你我的女儿么？真是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。啊，院子报来。院子报来。报来。报来。报啊！啊，报！报吗？报啊！报报！哎，你们过来！这不臭流氓吗？这不是？你看，我说唱《金瓶梅》吧，对不对？谁说唱《金瓶梅》？你让我报的呀？没听说过。让你报，你报我干嘛呀？报谁呀？院子报啊！哎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二位二位，当着我面还这样呢是吧？我不在府里这什么样呢，伯子们？用不用拥吻？没有，你太恶心了，您这。啊？价钱吗？价。一会儿的。没听说过，您这太恶心。院子报事。啊，该他报事了。该他报事。哦，该你出来了。该我来了。该你出来。缺德。确实是。来，这俩人准有事儿，你看吧。哎，这躲开。这舒服。太沉，你搬不动。阿夫人。哎，老爷。你我的女儿哪想去的？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。院子报来。报来。报来。报。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。不是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你耍老爷玩的没事儿，啊？可能找我的。哦，对了，没听说过。院子找夫人干嘛？你们俩憋着。对啊。什么找你的呀？找谁呀？这里没你什么事儿啊？您这不对。那我怎么？有事。啊，有事。哦，我有事，我就说没事儿，不跑这趟。对对对，来。是。啊。啊，院子饱了。等会儿我，等会儿，啊，还没有记好。夫人，您记不记不吃劲？院子饱了。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。何事？有事儿。有事？何事？不知道。去。你这耍老爷玩的是吧？我找夫人了，你不让我找啊？对了，凭着当着我面找夫人讲话吗？啊？您行了。什么叫行了？你还真有事儿？你们俩是怎么着？不是，不知道。没什么事儿。多简单一句词儿啊！哪句？昨夜晚三更时分，石户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洒泪分别，还老词儿啊？不是，您到底会不会？我会呀，就这一句词，专家呀。完事儿就看您了啊，做不了，做不了啊，听我的，来，真行，就这句吗？就这句，当一百个心吧，绝对让您满意。啊，院子饱了，报，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，何事？昨夜晚三更时分，石户老爷与我家夫人后花园洒泪分大别。我跑了，什么时候？昨晚上，我不是不让你说吗？哎呀，真的呀，这是，真的不让说呀，啊，透露了。不是你这不你什么眼神你？跟夫人跑了？谁告诉你跟夫人？那什么呀？跟小姐，小姐。对对对，夫人是小姐。对，没有。什么叫夫人是小姐？早就不干了。是。后来不赚钱了。哎，行，人老色衰了，那家知道吗？不赚钱，没有你什么事儿，没有什么事儿、啊。到底是夫人是小姐还是谁？夫人跟小不是什么夫人跟小姐？你是小姐，谁是小姐？石姑老爷跟小姐。哦，石姑老爷和小姐。哎，对对对，别了，来，错不了，错不了，来来来，跟你俩唱过戏，我守活三十年，我告诉你。哟，那你该死了。哎，对，没听说马上死了。快啊，院子饱了，饱。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。何事？昨夜晚三更时分，石户老爷与我家小姐后花园洒泪分那别。你带怎的点洒泪分那别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你打什么人呀、啊、你夫人啊，你得替我做主。夫人，你疯了？你打什么人、啊、你疯了？你凭什么打人、啊、你跟他嚷嚷什么？我怎么他容易吗？我怎么他容易吗？ 我们俩这么些年了，我跟你说了吗？他容易吗？跟他瞪眼，瞪眼就抽你，你欺负人。合着他这绿帽子是我给戴的是吗？啊，干嘛打我？废话，怎么了我？你别跟我急，是他犯错了。谁犯错了？他犯错了。犯错也不应该瞪眼。怎么错了？哦，你要疯啊你！哎，我是这样吗？吃了羊屎了吧你？你没听错吧？这么恶心的我听着，不是他犯错了。昨夜晚三更时说事儿，白天你才告诉我。你禀事晚了，
赖我了，下回注意啊。好，没事了。没事儿啊，那我这打不白挨了吗？那怎么样？那我打他一下行吗？不行，耍什么浪啊？谁耍浪？不是废话，你凭什么打我？你得那怎么着呢？没有这事儿，知道吗？就等于您那急不是冲我啊？不，我冲的院子。哦，冲院子。哎，对对对。那我得怎么着啊？你有您的做法。我有做法。老话说得好，哎，主子发威，奴才撒碎。撒碎？对。啊，合适吗？什么叫合适吗？在台上撒碎合适？不是不是，我问一问您，不是我得怎么表现？我阅历浅一点。不明白是吧？我不太懂。哎。就这么说啊，您说您办错事儿了，嗯，我一生气你得怕我，我得好比呢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地上有个地缝儿，你钻进去，打心眼里这么怕我，我得上天无路，哎，入地无门，是是是，有个地缝儿我都钻进去，哎，看我表演，看您表演，错不了，行吗？行不行？夫人，嗯，还商量好了，嗯，咱打头来一遍，好好来一回，一直到这儿。完事听您的27句平板，听我唱了，错不了了吧？就唱得好啊！打头来，来，不许错了啊！好家伙，嗯，恩恨冬秋，冬秋，冬秋冬。哎，太好，还在井里呢。赵来唱我清红，仙人堂前列绮罗。你我请坐呀，老爷请坐。夫人坐。我能坐个大的吗？不能。啊，夫人。啊，老爷，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？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。啊，院子报嘞。啊，这报。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。何事？昨夜晚三更时分，石鼓老爷与我家小姐后花园撒泪分那笔。你再站哪点？撒泪分那笔。哦。你起来，哎，你这干嘛呀？我找地缝呢。找什么地缝？你干嘛呢？撒碎呢。别唱。